去年呢，标出安多的食品安全问题，大家又重新去检讨食品安全。今后的当然路还是天然的有机的，不过大家也知有机一条路没按好行哦，会变成一张有机气落行过难。农民会按旧提苗栗桃园屯宜兰乡富桃的八代有机村，其中苗栗西富乡提下短短两三年，对两通有机村、康泰多、富东一带富群亚泽村，过后生的农民也都转来耶。伊那个梦想是有一年市府唔单止是一只有机村，还是全国唯一的有机乡。上下来路来苗栗市府看呐，也穷下来问呐，是有机是一条天错爱行的路，又是得用来行呢。菜的话，它就是越来越对，水质是三年它才验，水质跟泥土，水质跟泥土都是三年才验，对。这笋的市场多年来人旺，买奶都有人头买菜，韩国单单买系七家种的菜。当你这笋菜农准备好，一年爱卖量，对附近的乡镇你都没有利息。人工阿秀姐的菜农邱玉秀，最对隔壁西湖乡过来嘅，佮个菜坛呢，同平原的木马同样，都有一张有机认证书，有固定的认客，有得过路的人知道神奇，还要拿经验报过来看一下。50块。南苗市场有五六十家去安发，还苗栗青苔做事，竞争同激烈。六条细细人人要买50元，唔算便宜。不过相识有几个人客，还是会来买。阿秀姐当日大早来到市场，当主之前准时收摊，转到师傅下出甜度，还有小做嘞。因为现在很竞争啊，你要比较跟你家不一样的啊。就像你像我是在这里卖菜，我种有机的嘛哈。我有一些证明啊，人家会说，哎，你的菜贵一点没关系啊，不然那么多人在卖菜，我随便跟人家买就好了，为什么要买你的？三五天就要整地种菜，然后每天要卖这样，我们卖的顾客都有固定的，都是熟客的，都跟我们买，还有他常常利用假日到我们这个龙岩来这边参观，来这边玩，就喜欢到我们种的方法。对我们很信赖。看可以播的，今天难得有小暖日头，说明其做些特别欢喜。今日阿秀姐的老公，两公婆的分工当简单，早上做一三年种菜，一三年买菜，下昼再个乡下做些。一贵片的有机菜叶，有七分别呢，多样唔过少量。两公婆同民国101年，得到苗栗县有机专家肯定。事实上，佮系对民国100年，整个一种有机的，短短一年左右的成绩。然后到西湖乡，当地农民本来都唔识药的，冇用花皮。今年西湖乡农会喺度农民下南参访的时节，问佢想接受有机认证冇，佢下后开始做有机耕种。在游览车上跟我们那个农会的指导员那个张志荣，他告诉我说，你对那个种有机蔬菜有兴趣吗？我说有机这个名称听起来蛮有气味的，我也不懂什么叫有机啊。他就整个游览车上就告诉我，他说要帮我申请，然后我说好啊，就试试看。接触过后这个都开始来做有机的，因为佮头摆农药也用清扫，按过佮转变到有机的，完全无用农药，也无用化学肥料。阿门佮讲，安样，若要买加施又较好嘛，讲又较长，又较好一些个。
对种植有机，宋明基的菜园老年起来耶，用叶的用米的唔限制，人下面好吃个来摘。吉富区呢有当多连山蜜桃种菜，看到佮该种有机带来胜利，接上来前记。他常常来我们这边看啊，说我种的这样蛮有规模的、啊，他们会来这边学习啊。然后听说你种有机的，有学生来这边那个做体验，他们也会过来关心一下，哦，就来这边问我怎么种，我就把我懂的就教他。当初哎，市府上农会要推广有机的原因都是因为看到人家环境有嘛，所以会参加一样的用米啦、用药的啦，哦，一个虫的啦，参加下空摸海的对吧？都进来建设。没有嘛，惯性的差很多、哦。庄志勇本来是西湖乡农会的指导员，结果改用十七家土取讲有机，还讲再讲唔做，为本人少。故说七家每种有机种的几啊年，是唔过同西药的比起来，其中的假咩虽然咩听，外表就无安详的。苗丽英喺对民国1996年开始取讲有机，清早喺度铜锣的先生，西湖有机村卖了30年，唔过当家就停上来嘅。铜锣的先生有机村几啊先行咩？啊，先行佮都规村个过来辅导，啊，都带人家个种植个先生，啊，都过来，啊，乡下头啊，啊，本地个个啊，然后村民嘛，嘛同一时嘛，当然认真呢，从一开始人多一下，20人公顷的吼，佮嘛也当2-3年个天地。现在龙潼啊、富东村啊、哈甲仔村，就陆陆续续呢推广当作有机的一个农作物的产品啊，包括那蔬菜啊、那甘麦啊。那油诶啊，等等哈，陆陆续续啦，都大概好大概经营等哈。同苗栗县西部乡镇地都西湖的发展看慢，全乡连一间偏离重点都无，高铁同二个行过，抢留下吵闹声，每人烟比唔得隔壁的好料同铜锣按有名。但这上有人捞到佢喺度生意，只不过头摆冇发展，也是变咗有机发展的好机会。像种植业，本来喺大陆台上的干部，转到台湾过后，民国1980年对家乡中南西到市府来。那西湖这个地方，它非常好，为什么？因为它没有什么工业污染。我们经常有时候在讲啊，说西湖乡没有便利商店，那没有便利商店，说不定也是一件好事啊。对啊，那至少我们的小朋友没有不用说为了要集点数啊，还要再去上，对，爸爸妈妈也不用花那么多的钱。庄子谦喺西堤做太天农，漂喺北角田螺港中，主要系种有机嘅活诶。去年开始种嘅新加坡有机黄头诶。同苗栗迄种有机黄豆的面积青苔耶，黄豆是我从农开始我就一直想种的一样作物。那种黄豆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跟我的水稻是水旱轮作。那所有做有机的人、专家学者，大家都在讲水旱轮作，水旱轮作，水旱轮作，它是可以抑制病虫草害。头所讲的黄豆肉，要做黄豆的，需要马桶保修。台湾单单是120%进口，其实和台湾黄豆的是清河的很多，加个金流圈不但将做到保留碳、减少落皮的量，还做到控制无的偏虫害。所有的素食业者，它的蛋白质来源全部来自于豆类，大部分啊，对。那黄豆它的附加价值非常的高，它可以做成非常多的一个加工产品，从我们讲的最简单的豆浆、豆腐、豆干、纳豆、豆腐乳，很多你想象得到的东西，很多都有黄豆的那个身影存在啊。那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不去种？问题最头种无的十批，无办法用头很作，想要太面积来种黄豆的，就听错机海发生产，一切都去年种植业莫多的资金买的机器，将一种黄豆的。似乎当当喺技术县，虽很连作梦想清河的蔬菜，它的田区就是一个独立一个独立的一个区块。
那这种区块最适合的就是做有机。我们都知道早期做有机大部分都往花东去跑，其实苗栗就是一个很好的地方，而且它离西部的大都会都近。当你的旁边都是喷洒农药的时候，你跟人家说这是有机的，我想很多人不相信。苗栗独天得天独厚的地方就是在它是我们台湾西半部唯一的一块净土。你看看从苗栗以北新竹桃园几乎都是工业污染，甚至于到基隆连黄色小叶都变黑了。市府都爱山的感受当到隔壁田的污染，离都市有群比起东埔的发动感受行较多运送食物离场排出来的碳，包含像西湖，它过去就是一群老农死守着这一块土地，那眼看着他们年龄越来越大，然后越来越没有力气来耕作这一块土地的时候，那我们就希望说有更多年轻的人来种植这样的土地，来解决人力的问题，同时我们也把知识入乡。同无限的世界，规模人做强下做，甜甜的细孙五走上走下，奔塔也做当欢喜。加工彭尼芳作为一生人的高农，农场本单主要都系木头的耕种，也今年呢受到归乡水耕有机的影响，想法要停停改变呢。啊，种石头白薯、牛眼是完全是有机的东西啦。啊，它不是农药的东西，啊，遇到水果完全不是遇到就有一点的比较困难性的，我按下都是个安全对，按起个将来哎，子子孙孙也会个，莫是都要有土个残留的东西啊，那就想慢慢的去改替去安尼。也许包括少年过后要做汗，落雨过后又会使上菜包出新芽，有人做冬笑。一般来讲，又会使一年透天做包新芽，像四五月的春笑而留下来，等等半日半又复杂。冬笑还讲唔健态，营养同水分我本去除掉，打出来又会虽然较太烈，不过当初是唔好食。故我喺全师傅亲自坚持中有机又会呢。特别啊，把种树方种的时间叫做无石药的，跟他无讲有机，就讲无毒天天。因为以前我种很多水果，迄无卖的全部本去甲亲戚朋友说，我去甲说唔得的东西，哪轮卖人哈？按做无土的。一贵片的山呢有两甲人，系师傅亲哥讲的蔬菜，看讲下二哥的师傅服务器，本单托家公司的农体和忙证书的时间，包含师傅服务器同父亲的骨头，做家务卡土地，证书过后请存到一袋的。顾少尊同严秀珍两公婆转向上学，刚开始的时间坚持做有机，还是用营养的方式来做，还是本人少很安固安嘛。对我们西湖乡的农民来讲，其实最辛苦就是采柚子那段时间。所以当初我在一个提个一个说，跟公公讲说我们的柚子去做一个认养的方式，公公都会讲，哎呀，大家都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自己采的时候都怕得要死了，然后可能付钱还要来自己采，所以那时候我推认养是很多人笑我们是傻瓜。他拜自销开一年卖五十八认养，但是呢，经过我用安尼方式，慢慢的人他接受度哈，接受度啊，定得应高，所以俺当年限量一百颗。所以当当然下啲好不排列嘞啊，对，所以加个树叶吼，比头白加最少有10匹以上啊。师傅人的目标，一切对等有机村的概念去做，一只有机庄头有个群起效应，天天的扩散出去，也下变做个几啊只庄头同去做，总有一日会扩散到贵乡诶。因为休乡，我们是朝着休闲产业，而且是有机的一个未来啦。我们是一个目标了哈，为了都希望台湾乡镇对吧？休乡系一个有机和农产品的一个象征。目前来讲，按种的也都耕种的有机农夫呢，啊非常认真哈。但是由于目前呢接收度啊还是有限哈，当然我们也期盼呢积极的打开通路以后呢，那么按农夫呢。要会协助使得休乡呢，能够真正成为在有机乡。
因为其实我们在做有机的时候，大家都在看，每一个人都在看，到底你能够做多久。如果我做得够久，而且我有赚到钱，我不求大富大贵，但是我能够生存下去，而且生活过得不错的时候，大家会愿意跟进。那以后的梦想就是我们整个乡，我们可以走出去告诉人家，我住在西湖乡，是一个有机乡。尤其像孟不言跳上人口感染的本知识人像每本家的不少失作发发的农体每家的农村人口落发的问题安阳的理想当当头实现到台湾西部的美丽西湖看到尤其的新生机。